家好呀，我是花猪，一起来看看最新的资讯吧。开始前辛苦大家点个免费的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花猪，同时为想抽的角色武器积攒欧气吧。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，祝投币的朋友出角色武器，祝三连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。首先本次 3.8 前瞻直播是全球同步的，很多国外玩家需要凌晨或者半夜收看，由于本次全球预告图不一样，我们这边是可莉和凯亚，日本那边是凯亚克莱钟离，导致 3.8 会复刻什么角色引起了热议，网上很多玩家猜测钟离会不会在 3.8 复刻，从距离上次复刻的时间来说，钟离确实有一定的可能性，大家可以在弹幕评论区说一下自己的看法，把自己想要复刻的角色打出来，不过目前最有可能复刻的角色还是可莉优拉、星海伞兵。 3.8 前瞻直播时间为晚上8点，300元是兑换码分为三个发放，在第二天中午12点失效，没时间看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每次都会第一时间分享，同时还会把直播内容精简成几分钟的视频，方便大家快速了解新版本内容，只希望所有关注我的朋友都能拿到300元时。新入坑的朋友可以在站内搜索原神，点击官方头像选择预约，就能准时收看直播了。另外大神 APP 又送福利了，在大神原神崩铁圈子参与签到即可换取原石星穹奖励，还有机会抽取648现金红包。大神周末还有疯狂星期五活动，每十人抽一人送月卡，签到最高可领180原石。然后是原神官方又和韩国三星联动了，这次的主角是妮露，整个联动礼盒售价35万韩元，折算一下是2000块左右，可见原神在韩国的影响力有多大了。三星作为韩国顶级的企业，连续2次找原神联动，上一次甘雨的联动开售当天就售罄了。接着是赛诺的生日，请大家一起祝赛诺生日快乐吧，同时记得去官方社区完成留影续加期，拿一下赛诺的绝版生日画片。最后希望还没点赞投币收藏的朋友辛苦点一下支持一下花猪，我每天都会分享星铁原神活动攻略原石星穹兑换码，关注花猪保证让你拿到所有福利。